我想，今天的阿里巴巴我们已经做了5家公司加1家，一家是阿里巴巴的 B2B， 第二是淘宝网是做 C2C， 第三是我们的支付宝做网上的支付体系，第四呢我们有一个收购了雅虎中国，第五是阿里软件。我们基本上围绕这个走是按照电子商务，8年以来谁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做电子商务，你没有诚信体系，你没有支付体系，物流也要差，这基础建设也差，中国政府又管，反正没有好的，没法做。但是我觉得呢，任何人创业你不能等到环境好了再去做，环境好了轮不到你了，第二大家都认为这个时机很好也轮不到你了，只有大家都不好的时候，你做的比别人家努力，你做的比别人家仔细，你做的比人家持久，你就有机会。所以呢，我们也稀里糊涂地做了这个，第一个做了 B2B， 做了 C2C， 纯粹是因为我们担心那些可能今天看的是空担心，4年以前判断用 eBay 跟我们一样，我们今天不搞 eBay 将来跟我们打，与其将来他来跟我们打，我们今天先跟他打，结果打成这么个市场结局。我们现在大概有8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 C2C， 支付体系也一样，所以形成了这么个体系呢，我们今天就变成，我们希望把自己变成中国乃至亚洲或者世界的电子商务一个基础建设，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会有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状态。当然我们还刚刚又推出了一家新的公司叫阿里妈妈啊，这个名字是因为8年以前取了阿里巴巴这个名字以后，我有个感觉有一天有人会搞个阿里妈妈来嫁给我们，说那这个公司搞个一模一样，对吧，一定要卖给我们，然后天天跟我们闹，那我们也很麻烦，所以我们干脆就把阿里妈妈了阿里巴巴全部给它注册下来，所以现在就一个个的搞出来啊。所以呢，当然我还是有一样，我们公司规定，我自己给公司制定了一个基本法，不超过7家公司，因为人的管理不能超过，最高的极限是7个，7是一个团队，我喜欢7，七剑下天山是吧，江什么北斗七星，江南七怪，7姐妹全齐啊，所以这个风水还是很重要，对吧，所以我们确定了7个，以后多一个要么卖掉一个，要么合并一个，这个基本。所以对未来的看法我是这么看，电子商务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也互联网一定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做任何事情，做任何企业，我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心态，这个心态也许不健康，我估计很多企业家跟我都有这样的心态 paranoid， 老是在担心，所以未来很好我都不相信，但是我一定准备明天有更倒霉的事情发生 always。 所以我 believe 一句话，也是跟这儿在座很多的人分享这句话，就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所以你必须得每天的努力，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和阳光。所以这是我对我们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的一种理解和认识。网络跟任何行业一样，去开拓 the create the top， 去创造未来，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